他又烧焦了啊！你现在到底是？洗脚，台中国家歌剧院。喵。来了台中，吃台北都有的食物。免费的面包，免费面包先来烤，免费咖啡，免费果汁，免费雪碧。现在就警报器响，你就傻损。我不是啊，你问我，我管头就长这样。他又烧焦了啊！你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你怎么用那个夹把手？哇塞！高雄捷运时间。哦，所以今天是除夕夜啊。我们穿越整个月台打招，我们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，然后就可以来转乘红线了。